那么下面呢，咱就把刚刚咱做这个判断163邮箱这个地址这个，咱们说一下啊 ，RM02 啊02匹配啊163邮箱地址。开始写 if 下划线下划线 name 下划线下划线等于这个地方是谁呢 ？man， 然后呢，在这个位置有个 man， 接下来呢，你就到这个位置去去调去 man 函数。你去调 man 函数的时候，第一步干什么呢？你得让用户是不是输入一个邮箱地址啊 ？input， 请输入一个邮箱地址啊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咱把它存起来，比方说 email 等于它。那么 email 等于它之后，我怎么知道你输这个 email 是符合我的规范的呢？我接下来就什么呢 ？re.match 我进行匹配，一个 r 一个双引号，这里边这个一定是什么呢 ？email。那么这里边写什么东西来判断呢？前面是不是先写大框架？同学们，以后写代码先写大框架，不要卡在某个点。if id， 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的呢 ？print 这个%s 符合要求。符合要求，那么百分号 email， 那么 yy 这个地方 else p 粘贴了，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不符合。好的吗？那么关于这个正则，咱们应该怎么写这个正则才可以呢？啊，这个地方怎么写？咱们的要求是什么呢？他说的是要求是匹配163的邮箱地址，并且有艾特之前有4到20个，而且是英文字母数的下划线，没错吧？好了，接下来写啊，前面有英文字母数的下划线，不要写反射个 W， 写上反射个 W 意味着咱们说的更遮一点，是不是有中文啊？这就不对了，怎么做呢？中括号 A 到大 A 到小 A， 然后大 A 到大 Z， 然后接下来写什么呢？下划线啊，还可以用于什么东西啊？0-9，是不是可以用于数字了吧？这都可以。那么有多少个呢？啊，比方说四逗号是不是20个啊？四逗号20个，有这行。接下来是 at 符号，你只是判断163邮箱，那就是163.com， 没错吧？这么做是否是真的可以？不见得。看着，哎，这啥意思呢？匹配163啊，走，请输一个地址，比方说老王，这不是我的啊，我只是以这个为例的，老王.com， 走，符合要求，来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个什么呢？老王 at 163.com 嗯，这是符合要求规范的，这不吹在那扯着吗？请问这哥们怎么做？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啊？啊，他并没有判断结尾，是个道理的吧？所谓的结尾到底怎么理解？他们啊，你就这么想，就说我这个地方呀，一长坨的读串，你给我把这个框拉大点啊。我这个位置呢，一长坨的读串，表示这是用户输入的。你不是拿着你的正则和用户的进行匹配吗？你的正则必须和用户输入的数据正好必须全匹配上，你听懂我意思了吗？你就这么理解，就是当我最后不是匹配了 at 163.com 吗？那么你匹配完 at 163.com 之后正好没了，这就是判断结尾啊，这就判断结尾怎么理解啊？你给了我一个东西，是否是真正的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我的要求？那么就100%一模一样的话，那么在后面要加上一个什么东西呢？最后面加上一个$符，好了，同学们，加上这个$符，来，咱再解一下。我还是说老王 at 163.com 走。请问此时是不是他就不符合要求了吧？好了，我再说一遍，老王 at 163.com， 为什么他符？那点啥意思？点啥意思？只要不是反斜杠 n， 请问啥意思啊？请问是不是都通用啊？那么也就是说，你不管输入是 at 163什么 com， 请问这个点是不是意味着匹配另一个吧？都允许，所以说这个点行吗？不行，但是我还偏偏的用了点，怎么办呢？反斜杠它的功能是转移。转移啊，这个反这个转移好了，在这个地方写上一句啊，如果在正则表达式中需要用到了某些啊普通的
啊这个字符，比如点，比如问号，问号啊，问号等，仅仅需要在它们前面添加一个反斜杠，斜怎么讲？反斜杠进行转移。好了，这个转移之后，最后的效果是什么呢？看着啊，老王@163a.com， 是不是这个就不符合要求了吧？所以说呢，到现在咱们刚刚呢就解决了这些东西。刚刚这个邮箱这个地址，同学们，根据你以后的要求规范不一样，那么这个邮箱地址还可以再变，这都没有任何问题，这都可以。那么就看你将来想写成什么复杂的了。那么说的更直白点讲，咱们学正德，你没有一个体会，其实就是学了这套东西了吧？把这套东西学会了，多应用几遍，那么将来那就没什么问题。一般这边来讲，同学们，正德很简单，但是面试会问，请给我写一个，是吧？来判断我以下要求的一个邮箱，或者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手机号码，请写个正德。那么直接笔试里边就会出现，直接让你手写，不会给你电脑，不会让你测试的，直接让你手写。啊，这个地方呢，请同学们要注意啊，这个不难，但是呢，在面试题当中出现的可能性相当大，啊，有99%的可能性要考这个东西。好了，那么这个呢，咱就说到这儿啊，说到这儿，同学们，咱们现在的最后啊，遗留个小问题。你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？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只能匹配是不是 @163 的吧？但真正的邮箱除了163，有126，有 QQ， 有什么 Gmail， 有 Foxmail， 什么有 Google， 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了吧？那么会怎么做呢？哎，下个休息回来之后开始讲解啊。